真实。今天我老爸昨天太真实了，我老爸在最后我想放弃的时候给我的鼓励和礼物。哇塞哇塞，今天我又牛逼了。我爸爸是谁？我爸爸是摸金校尉，查了，我卡关了，就是我玩剩下的，我一定要追梦。战版的拳套啊，我老爸买给我的。哇塞不哇塞，这期视频给我点赞最高评论最高的那一位，我会拆一盒然后留一盒。喜欢黑钻的啊，特别喜欢黑钻卡片的粉丝可以看一下，点赞量评论最高的那一位，我会送一盒给他。哇塞不哇塞，贼哇不贼哇，哇真的好哇塞啊，哇塞赛哇牛逼了，完全牛逼了。今天是我追梦的第17天了，兄弟们的意义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一天。不管我妈妈我舅妈怎么不理解我，怎么嘲笑我，甚至让我放弃，我这一天我老爸给了我勇气，我要坚持，我要加油，我要证明，我要证明全晚的人，让所有人包括你们的爸妈，你们的妈妈不支持你，我一定见证奇迹，为我见证实现这一件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加油吧，冲冲冲。今天我老爸又给我准备了一个盒，我还没开，老爸给我的惊喜，咱们现在去看。你们看一下啊，我老爸，我去，牛逼不牛逼？哇塞哇塞，哇，我老爸又给我买了这什么呢？你们看一下，这里面是什么？会不会是3周年啊？我们去打开好不好？我去，可以啊，真的特别的棒，特别。在这里非常感谢小伙伴们对我的支持，真的，你们给我的勇气，在我妈妈正视我的时候给我的安慰，谢谢你们。你们有梦想吗？我就有梦想。真的，这种梦想连我的血液特别的澎湃的心颤抖的手，这种梦就是加油勇敢，面对一切困难的时候坚持，对那些不理解我们的人，我们一定要做给他看。这是我老爸给我买的礼物，又是对我的，在我追梦第16天我都准备放弃了，我在角落里面整整哭了3个小时。今天我又牛逼了，我看一下我们老爸买了什么。哇，这里面有个什么，有个纸条，咱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写的是什么。我去，3周年吗？嗯，真香，感谢我老爸给我买了3周。孩子，你的努力和梦想你妈不认可，我认可，全力支持你，加油，别让我失望，我和你妈关系不好了，你争点气，加油，追追追梦吧，冲冲冲。爸爸，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我的老爸，我妈妈这么对我，真的，我一定想证明她好看。特别感谢我爸爸的支持，真的，今天是我追梦的第17天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触碰到你们，真的，我一路走来都是靠了我自己，还有很多粉丝，不管美食被真实之后，我爸爸都会挺身而出来安慰我，真的太感动了。我希望这个世界真的父母对我们多一点关心，少一点责备，真的，小伙伴们，感谢我老爸。你们有这样的老爸吗？你们羡慕吗？太感动了，感动了，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。我老爸给我买的是什么？哇塞，3周年，可以啊！我去，不是3周年，我去，这是黑钻啊，小伙伴们，咱们开始拆吧！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小伙伴们，我今天又牛逼了，我又牛逼了！哇塞不哇塞，塞哇不塞哇，哇塞哇塞，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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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塞哇塞，牛逼的人拆牛逼的卡，这是我之前啊每天收集的 XR 卡，小伙伴们有多少人挺喜欢这种 XR？ 其实我也挺喜欢 XR 卡的，我去这么多 XR， 牛逼不牛逼？看看我们今天能拆出什么 XR 卡来？哇塞不哇塞，现在开始拆了，兄弟们，这好像是新出来的，哇，我还是第一次拆，以前都是买的那种黑钻铁盒。我去，兄弟们。这是什么感觉？这是非常荣耀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，我去，太牛逼了，兄弟们，我去，哇塞哇塞，我从哪里拆的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塞，送了一张 WCR 卡，小伙伴们喜欢 WCR 卡吗？然后我们今天拆一盒啊，哇塞不哇塞，咱们拆个这个吧，拆这一盒，然后这一盒啊，只要这期视频评论点赞最高的一位送给小伙伴，也敢让小伙伴啊感受一下开铁盒的愿望那种快感，咱们拆。我去，哇塞，我去，一个卡砖，兄弟们，我去，哎，怎么拿不下来啊？这里面是一个卡砖啊，是一个卡砖，然后一个剧情卡啊，然后我们拆这一包。哇，一张 XR 赛罗奥特曼，一张 GP 卡，哇，我去，小伙伴们，爱了吧，爱了吧，醉了吧，哇塞，哇塞，格雷特奥特曼，兄弟们，爱了没有？哇塞，两张 L 加卡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有这些卡吗？有没有？没有的话啊，我 L 加卡很多，几百张了，兄弟们，哇塞，然后我们再拆这个，我去，赛罗奥特曼。
知道吗？哎，查卡，哇，看看这张是什么 XR 呢？哇塞，哎呀，赛罗奥特曼，哇，真牛逼！小伙伴们终于有赛罗奥特曼了啊！哇，加古拉，哇，雷欧，哇，欧普，哇，我没有赛罗好像，艾斯，欧普，哇塞，赛文啊，泽塔了，这两个都是泽塔奥特曼，哇，我没有。哇，赛罗啊，兄弟们，牛逼啊，真的太牛逼了！哇，一张红 GP 黑暗战士，哇，一张 L 加的摩格大蛇啊，牛逼！可以，真不错啊，赚了！好，这一视频咱们到这里结束了，也感谢大家看我的视频，我在追梦，说真的，已经今天是第17天了，我的梦想能不能成功，还希望小伙伴们吧多多支持和多多鼓励我。在最难的时候是你们让我挺过去的啊！然后这盒啊留给我的粉丝，然后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下期视频更加精彩，希望所有的小。